主任，我哋嘅毕业宴准备开筹啦，你哋准备好未啊？准备好啦，但系我好紧张啊！唔使紧张，眨眼三年过去啦，仲记得当时。我嘅个子矮小生得恩，都话基功训练可强身。机缘巧合入咗粤剧班，接受正规嘅专业集训。老师话唱念做打要认真，立志做个小小传承人，传承人。三年就咁过去啦。